文学是说明人生、解释人生的。人们可以在作品设置的境界中了解人生的真意义，这是文学的必要，而不只是消遣品。在缤纷五彩的人生世界中，文学有什么地位呢？ Explore the world through documentaries.